你觉得北京人有钱多还是上海人有钱多？上海，我感觉上海直觉，我个人比较喜欢上海时尚。北京就是怎么说呢，太多人了，北京竞争力太大了，压力太大了。不过都一样，都也竞争大，但是我比较喜欢上海。然后好多人都去北京，然后又进一步的促进了北京的经济发展。北京人吧，因为我觉得北京毕竟是中国首都嘛，然后觉得就是去北京和上海，我觉得北京有钱多。北京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中国味儿的感觉，但是上海就感觉比较那种发达的那种感觉吧。北京吧，因为北京总是比上海有底蕴一点，北京感觉会比较古朴一点，有文化底蕴一点，但是上海就感觉很有活力的一个地方，年轻人比较多一点。我会比较想去上海。上海人吧，首先北京它就是一个文化之都，然后上海它是东方魔城，我觉得上海它那个各项经济水平是在中国应该是靠领先地位。北京吧，就北京城市大也比较发达，然后可能大家要去的话都是去北京比较多一点。上海就繁华，上海给我的印象就是比较大比较繁华，然后晚上的话灯景什么的会很漂亮。我可能会选择去上海，因为北京雾霾有点严重。